接下来的影片播放日子将会是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五。星期二的影片都会是高级会员要求的影片，要求方式很简单，把 Discord 和 YouTube 账号连起来，去到会员影片建议区，说出你想要我拍的影片。每个星期五的影片后尾都会有个轮盘来选出下个星期二的影片是什么，参与的会员只有是 VIP 铁粉而已哦。Hello， 各位观众们，欢迎收看 Office CK 今天的影片啦。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一拳超人，呼呼，你们看一下，这个就是一拳超人，而且呢，这个一拳超人呢不一样的哦，而且还可以换面孔。看，第二个面孔是这样子的，哇，比较凶一点的。第三个面孔，呜呼，好棒 ，OK， 好。然后现在呢，他的武力也是蛮强下的啊，你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威力啊。等一下你们就可以知道他的威力是有多么的强了。OK， 现在废话少说，我们在这个洛城都这边呢，好像有看见一些很强烈、很强烈的巨人嘛，对不对？因为呢，这个一拳超人是来自日本的动画片，所以呢，我告诉你，这个啊、叫什么？那个泰坦，也就是那个巨人啊，巨人呢也是来自这个日本的动画片嘛，所以呢。如果巨人跑出来要跟这一个一拳超人打的话呢，到底谁会胜利呢？哇，真的是很期待。观众们，你们认为谁会是胜利者呢？如果谁知道先，就赶紧在影片下方留言好不好？而且呢，今天这部影片呢，希望观众们帮忙我去到6666个赞 ，OK， 好吗？然后现在我们就影片开始吧。OK， 所以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市区这边，然后我们好像听到有那种爆炸声。如果没错的话，这边应该就是超有哇哇哇哇吼！我看见了，这一只就是那个超级大的巨人，呵，一拳打你，哇哇哇，哦吼吼，哇，哈哈，哎，不会吧？只是一吃饱了就这么快打死他了？哇，而且还要逃跑哎，哇，不会吧？再打，再打，哇，哇，吼吼。这样子罢了哎，直接把他给打死了，哇，不会吧？这些超级大只巨人果然不是这个一拳超人这个对手啊 ！Oh my god！OK，、okay, 不要紧，来，我们要看一下到底洛城都有多少的这种巨人会出现啊！各位观众们，你们知不知道我现在正在往这200,000的订阅者冲刺呢？如果想帮我的话呢，就赶紧在影片的下方点一下订阅号，别忘了开启小铃铛，好不好？请帮我快速到达200,000的订阅者啦！来，我们冲上前面，哇，你们看一下那边好像有很多只哎。OK， 好，来，我们一只一只把他们给打死。这一只首先我们要用这一个最超强的 Serious Punch， 来，一二三，哇，打他，快点，哈哈哈哈哈哈。OK， 打了这一拳，哇，不会吧？这个一拳好像真的是超强的嘞。那一些巨人呢，还想要过来哦，但是完全都跑不过来了那种感觉，哇，真的是太过离谱了吧 ？OK， 好，可以，然后他们现在还要再过来是不是 ？OK， 可以，加油加油，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先不要让这些车辆出来先，哦，再来哦，哎哎，哇，我哇 ，out， 哦，哇，打 ，yes， 哇，哇，这一拳一下去哦，他真的会飞到很远很远很远哦。OK， 好，可以。但是现在感觉好像这个他打得太过强烈啊，打到我整个电脑好像有点卡了。OK， 可以了。但是现在这个没有这么容易，比较难一点，可能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招数。哎呦哎呦，差了差了，哎呦，他打我了，打我了，打我了。OK， 来，再来，哎哎哎哎，哇哟，哦哦哦哦哦，哇，他把我打到了这个地方啊，可以啊。Ouch。不要紧，我跑出来这一边先，这边可能可以帮到我。OK， 快点，快点，快跑先，快跑先！哇，哦，哦哦哦 ，OK， 你要打我是不是？哎呦，还这样子打我，可以呀、啊。OK，OK， 好。咦、欸、咦，地上的人飘上天空，应该是跟着我一起飞上天空了吧？没有，哦，哦不行不行。OK， 现在我们使用这个死亡拳，一拳下去直接死亡了。看一下。应该有办法能够把他给打死的，来，一二三 ，go go go go， 喂喂，一拳死，砰，打死了吗？哇，你打得好，哦，哎，不可以哦，好些，不要紧不要紧，这个巨人好像真的是有点强啊，嘿嘿嘿嘿嘿，你不要，哎哎哎哎，我掉虚空了。
好在后面是不是？来，我们再来一次，一拳！哎呀哎呀 ！Ouch！ Oh my god！ OK， 看一下打到他了，打到他了吗？一拳啪！哎呦，不会死的话，哇，不会吧？哎呀，惨了，还是抓我哎！哇，丢我丢到这么远去 ！OK， 这样子的话，我看我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打他了啦。可能这一招不行，可能我们要使用 punch combo 这个应该可以吧？来，还在哪里？给我出来！我看到你了，喂，哎，你不要抓我啦！我跟你讲，你抓我是没用的。来，我现在冲你哦，给我过来！你现在你跑哪里去？爬上去这个屋顶了，我现在为了要拯救洛森都，我一定要把你们这些巨人给打死。哎，给我回来！他逃跑了 ？What？ No！你不会逃跑了，好了哟 ，OK， 来 ，Come on baby， 哇，打你，哇，哎呦，哇，强，打死他了吗？还没有打死他，哎，快点再来，冲上去，哇吼，哎，还在底下吗 ？OK， 快点，他应该死了吧，哇。这个 slow motion 真的是够力哦！OK， 他死了，他真的是死了，一直打死了，还有吗？应该还有了，我感觉到地上还有整洞。对，他叫你，喂，哇，从后面跑过来是不是？可以呀、啊，好，来，我先用这一招先 ，serious punch， 一二三，喂，你不要抓我，等一下他逃跑了。哦，我一拳要出招咯，哇哈哈哈 ！Oh my god！ 哇，我打了他之后呢，我还要飞虚空，哈哈。可以，下一站，来一拳打你，哎，哇，回来好远呐、啊。OK， 好，可以，现在再来 normal punch， 一次过把他给打死就是了。来 combo punch， 嘿，好，过来，给我过来，你去啊你，哎，不要 ，ouch！喂、，ouch， 很痛，OK， 连续有冲啊，OK， 他死了吗 ？OK， 他也是死掉了，这是死了，他跌虚空就代表他已经死了，还有吗？应该是没有了吧，这边还有一只嘞，你看，我在打，哇，死了吧？哇，打到他的身体都碎掉了 ，OK， 这是真的是死了。地图显示呢，这边前面还有两只哎，是在我的后面吧 ？Come on， let's go， 快点！哇，直升机都在这边等着他们了哦。OK， 你在哪里？给我出来。OK， 那两只呢？好像没有在这一边呢。啊，看到他了，他在这一边。喂，你在哪里？哇，他躲在这边，他不敢出来打我是不是 ？OK， 既然你不敢打我的话，就到我来打你喽。他不敢打我，喂，哇吼！我今天打了地上这么多血，他应该已经死了吧？哦，我好像打错了掉，我打到四名，我的天哪 ！Oh my god！ 现在地图上，哎，还有哦，他还没死，听说好像在这一边是吗？他在哪里？哦，他应该是不在这一边了。哦，没有，我知道了，他应该是太怕我了，躲起来了。如果没有错啊，显示在这一边吗？哦，看到了，真的，哈哈哈。OK， 来，到我打你哦。哎，你要打我是没有那么容易的，我告诉你。哇，好强哦，还爬上去这个屋顶上面。OK， 我看你怎么爬。你爬了之后，你也是要跳一下来找我的，是不是？来，到我打你了啦。哇，哎呀，哇哦，他会抓到我先哦，厉害，可以。我要先开我的降落伞了，我不用开降落伞了。等一下啊，他在哪里？他又来这边找我的，给我出来！现在你在哪里？有本事来找我啊！惨了，我没有看到他在哪里耶。咦，奇怪，他不是在这边的吗 ？Oh my god， 没有看到他在那边呢。喂，泰德，你给我出来！你在哪里？他躲起来了是不是？你不要躲起来，你躲起来我找不到你，我怎么打你呢 ？OK， 看见他了，喂，打，喂哦。还要跟我打吗？一下子就马上搞定你了吧？还没死，可以呀、啊！还没死的话，我再来给你几拳吧！一二三，砰 ！OK， 他死了吧 ？OK，
果然真的是死了，好棒啊！听说在北部这边好像有两只很大只、很大只、超大只的巨人啊！来，我们去找他，他在哪里？应该在这附近吧？我相信。啊哈！我看见了，看到吗？果然真的是很大只。来，我们不怕他的，一拳直接把他给干死吧。还是这一个应该是没有这么容易一拳吧？来试看，哇！OK， 看他倒地倒了这么远去，但是他应该还没死的，我觉得，因为他是很强大、很强烈、很强、很强的那一种，所以呢，我们要用这个 combo punch 先 ，OK， 一连环的打他，这样子的话应该有办法能够把他给打死的。来，试看见，我怎么瞄他？What the？ 哎，他直接把我给打成这个样子，哎，我不是 Michael， 我是一拳超人，你干嘛把我打成原形？哇，他们真的是很强大耶，我的天啊。 OK， 不要紧，来，我们现在把我们的面孔换去最生气的那种，最严肃的。哇，来哦来哦 ，ouch， 哇 ，OK， 啊，不要，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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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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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跑先比较好。哎，哇，吼吼，啊，了解啦，我现在用这一招 serious punch， OK， 来 ，ready， 一二三，一拳打。OK， 他把他打到这么远去，应该就可以了。然后呢，直接再换一拳，这个 dead punch， 一我死，大啪，死了吧？还没死，哇哦，哇，这个死亡拳哦，完全是对他们没效的嘞。OK， 如果是这一招的话呢，这个是一连续打很多拳的，试看一下，很有可能这个就有办法能够把他们给解决掉。哇，打，哇，哇，真是不容易哦，他还可以活的哦，哇，再打，哎，再打，哇，好强，哇，好强，呵，你看一下他的命没有这么快完呢 ，OK。再来，哎，再来，哇，哇，吼吼 ，OK， 还死了吗？哎，哇，哈哈，没那么容易，很好，可以，我们先跑先，来，再来，瞄准他先 ，OK， 再来，一拳，呵，哇，耶，打完了吗？还没死吧？我知道还没死的，再来 ，ouch， 打，再打。要打很多拳哦，这样子要打很多拳哦。倒地了吧？还没死啊？还没死 ？OK， 这真的是没有这么容易哦。而且两只在抓着我嘞。OK， 不要紧，来，再打，嘿，哎，走开啦你！我打他的时候让他抓我，结果就。那个 bug 就串了，再来一次，啊，在这一边 ，OK， 可以，来瞄准他，打，嘿 ，OK， 一拳，再打，轰，再打，哦哟，这空中的那种打法，厉害，哎，你不是要给我打的吗？别跑啊，瞄准他先，再来打，哇，哇 ，Yes。啊，他好像已经怕了，他要逃跑了。你看，他想要逃跑了。你要逃跑没那么容易了，我告诉你。哎，跟我打呀！吼吼。OK， 他来了。哎，你不要跑，我跟你讲，你不要跑。哎，怎么你抓我抓这么准的？看到他，再打。对啊，就这样。OK， 成功。Serious punch， 来，先 serious punch， 一二三，打！哇！他还跑掉吗 ？OK， 他飞了，他飞过去了，但是他应该还没死的。OK， 来，快点，这个一尺之拳，破！哎，打到，打，没有打到他，再来，不要抓我 ！Oh my god！ 啊 ，OK， 可以，不要，没有哟，吼吼吼。还没有这么容易打，雅典加油！哎呀，哈哈 ，OK， 就哎，空中拳啊，这可以，这空中之拳绝对是可以的。Normal punch combo， 来，我们使用 normal punch combo， 一找到他点，直接把他给打就是了。哦，你不要再丢我了，我跟你说哈，你这一只巨人
OK， 打他，快点！快点，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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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终于能把他们给打死了！哇 ，Victory！ 哦吼，好强啊，这个大巨人！但是总算我们都成功了啦 ，Yes！ 哈哈哈，观众们，我们成功了啦 ，Yes！ 喜不喜欢今天这部影片呢？喜欢的话，在影片下方记得点下赞，我们在下部影片再见了，各位，拜拜。好的，各位观众们，感谢你们各位的观赏，记得还没有订阅 PSKGD 频道，记得点下订阅哦。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见了，各位，拜拜。